哎呦，哇，今天的货真大哦！这个大啊，这个又应该又是大货。你们看嘛，我又没挖，看到没有？这么大的洞，看到没有？它凹下去了，肯定是大货。感谢兄弟们点亮。来了，来了啊！来了，看水啊！来了，看看看，水动了，水动了，哥们，来大货了，水动了。比老头那边大多了，享受不？我不享受，兄弟们，你们享受就行了。在动啊，动了啊，不要急，就在洞口。来口了，来口了，哥们，来口了，来口了，来口了，大家伙啊！蚯蚓吃完了，蚯蚓吃完了，兄弟们，蚯蚓吃完了啊！我穿蚯蚓，兄弟们，我蹲在里面了，我怕水裤子、裤衩子都进水。等一下，这都出来这么多浮萍，你看得见吗，大哥？就在洞口啊，这是草里面呢。手钓这条大货，手钓的话，你们刷船舰我钓，你们开玩笑了。感谢我王哥，你们看一下环境的话，你让我怎么动啊，大哥？小黑趴下，感谢兄弟点亮，没有大火。你看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这口真小，你看，又来了啊。老家，感谢我波哥又来了啊！波哥，我没车，波哥他们都不去。我知道。送毛线的狗送狗，想多了啊，不送狗。我又中大火了，中了啊，中大火了，兄弟们啊，中大火了。中大火了，哥们啊！中大火了啊！中大家伙了，兄弟们，你们没点关注的，跟波哥点点关注，中大家伙了啊！哦呦，我手机都不好插，你看，一个手掉，一个手插手机不好插啊！哎呀，哎呦！感谢我波哥，我去，操大火！哦呦，
打不打？哇，爽吧？你们爽才是真的爽啊！还让我用手钓，你这么大的货，你敢用手钓吗，大哥？这么大的货，你敢用手钓吗？啊，你们没给榜一点关注的，点个关注，哥们，榜一是钓大货的，你们可以看一下榜一，没他的话，这两天天天。